大家好，我是徐燕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侨生，目前就读台湾大学财经系。马来西亚大部分的华人通常都读华校，就是读中，就类似私校的感觉。国中跟高中是一起的，在同一间学校，我们会有一个统一考试叫统考，就类似学测跟指考来升国外的大学或者是本地的大学。通常我们学校我们会讲中文，三年的国中，三年的高中。从国中上高中，我们会分理科跟文商，就是台湾的自然组跟社会组，成绩要达一定的标准才可以去理科班。假设你想读理科，可是你分数真的不过关，就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去读理科。那你是？我是理科。其实会有点小歧视哦，你读理科你就觉得哦，理科是出路比较广啊，以后赚的钱很多啊。读中很特别，他会用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他班的名字。假设我是初一，我就初一中这样。马来西亚有没有补习的文化？很盛行，大部分人都补什么？高数、物理，因为数学对理科生来说真的很重要，然后物理也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一个科目，要把物理搞好。我是6点多到学校，7点20分开始上课，中间有两个休息，第一个休息节通常是吃早餐，第二个休息节通常是午餐。有些社团活动嘛，甚至会到6点，会有一个专属的叔叔，他们就会开校车载他们到补习。下课过后我们就赶紧的在车上去吃晚餐，吃了晚餐就赶紧去补习，可能9点到10点然后再回家洗个澡，然后可能你还要完成学校其他的作业。我除了读书之外，培养一些我的兴趣，学一些才艺啊，像书法就是我最常做的事情，参加一些活动，大概我的高中生。太正面了，有没有比较？你们会打电动吗？耍废。对，我同桌他就是每天晚上都打电动，然后到学校才借我的功课来操作。男生会打王者荣耀啊，然后女生周末就会跟同学啊一起去逛街啊。马来西亚的学生还是有很多闲暇时间，比如说我也会跟同学一起去打羽球。假设快要过年，我们班上就会组织年夜饭，大家跟老师一起吃团圆饭，这样大家会有社团。我参加3个社团，团联会是举办学校的一些活动，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我们会在学校办一个新春庙会，让大家感受一下哦新年气息啊，会有成果发表会。每个社团就会在这一天发表他们的成果，会有表演啊、摊位啊。马来西亚的热门的社团，舞蹈社是一定有的，球类是肯定有，田径啊、篮球啊，模拟联合国，那是什么？就是他会模拟联合国的场景。马来西亚没有统考，它是6年的一个学习成果，每年的10月多到11月之间，国文、马来西亚文、英文。文商的话就是普数，理科就是高数一跟高数二，你可以配生物跟化学，化学配物理，或者是3个都拿。哪一个科系是最热门？马来西亚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热门的科系。高中统考如果考第一名的话，大部分都选择出国念书。第一志愿通常是哪边？近期是中国，清华、北大啊，对啊，就是这些。有些人家庭比较富裕一些的，他们就会去澳洲、欧美。可是通常读中生都来台湾、中国，因为讲华语嘛。对，华文课你们在学什么？文言文、现代文都是简体字。考试会考作文？会分书写跟理解的。作文有分 A 项是作文 ，B 项是应用文，会给你一段素材，你要想一篇关于这素材的作文。假设我今天要写一个公函申请场地什么的。理解文的话就有包括语法、现代文、语文常识的东西。假设李白的字是什么？台湾呢有15篇的古文是一定要读的，赤壁赋。有，我学过赤壁赋。诗说，诗说初三就学了。陶渊明的桃花源，桃花源记。鸿门宴，鸿门宴是高三的。对，英文你们是会学到怎样的一个程度？有书写的部分，有文法的部分。台湾要背7000字。7000，对，我们没有注重这个东西。通常英文是范围最难定义的，因为它什么都考。通常家人都会知道哦，英文很重要，都会叫我们把英文学好。小学的时候去 Cambridge。数学在学什么？据我所知，台湾是没有用计算机，让我很惊讶，因为马来西亚的高中开始就是用计算机。好，那我来考你了。sin 30° 2/1，这个会不会太简单？我们会背基本的，初中就背起来了。我有跟台湾的朋友聊过，马来西亚他就会给你比较丑的数字，但你可以用计算机就按出来。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常会很迷茫，我到底要选理科还是文商？那时候有点小遗憾，我因为成绩很高分，我就去选了理科。我没有顾虑到其实我更适合文科，直到我考完了整个高三，我才发现我比较想要读文科。这也不是什么难过的事情，这只是一个经历。当你在迷茫的时候，你可以先稍微停下你的脚步，先思考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。即使你没有目标，你也不急。你的高中生活就是一个探索的阶段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焦虑的。
还有就是因为我参加的活动很多，时间管理真的超级重要。我在读理科的时候，我每天解题都解到两点，因为我理科成绩不是很好，我没有理科脑，所以我其实很拼，我又要参加很多活动，我又要把功课顾好。可是这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，我觉得我高中很充实，让你在大学的时候不会很迷茫，我到底要的是什么。高中的时候除了读书学习之外，还可以发展别的技能，我也去参加辩论，辩论也给我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思考的方向。虽然我去比赛我都没有赢过，可是这就是一个过程，人生是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让我们快乐值得去珍惜的事情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财经界的问题啊，或者是马来西亚升学来到台大，都可以来问我。大家再见。